Oh my god！ 这杯下也给太多了吧 ！QQ 的黑糖果冻、纯鲜乳制作的冰淇淋结合在一起，再插上一杯大人的饮料，底下还藏着神秘的增高垫，每口都让我微醺在国华街。太卡后矮黑梅森，今天来到十岁生日的犬犬屋，他们家的冰淇淋口味数百种哦，每天都不一样。尤其这款葡萄特别甜，呵呵，开玩笑的啦。底下的奶冻加上玄米燕麦，再挤上使用鲜乳坊制作的华顺冰淇淋，而且口味超多种哦。最后再放上黑糖 Q。梅森在旁边都可以闻到清香的黑糖味蕾，真的是真材实料制作、哦、各位还没有结束哦，看你们要插上熟成美酒还是浓烈的威士忌哦，这样一杯大人的夜间专属微醺国华街就完成了、哦、黑糖 Q 冻吃起来很香很清爽，底层是经典茶冻哦，不小心挖起来看起来好像增高垫哦。冰淇淋搭配威士忌，柔顺香甜中又带有酒精的强烈碰撞哦，层次感超丰富，当然无酒精的朋友也有莓果醋以及黑糖鲜奶的选择哦，好啦，各位赶快去犬犬屋吧，哎，还有奶冻哎。